高音的时候，这个高音在这个位置，你看，在你的正前方、正上方、上前方，在这儿啊。它高音你要这样想，高音是从这儿过来，是这样的感觉啊。它是从这儿掉下来，从这儿掉下来，然后再回去，再掉下来，不是从，不是从这个底下给，是从这儿。啊，好的。来，再来一下，走。对，好的，再落下来，落得好点儿。音量蛮大的哦，还可以减去50%。